贺新年，大家好，我是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副馆长宋时娟，很高兴携纪念馆全体同仁为您送上虎年新春祝福。宋庆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，是中国伟大的民族英雄孙中山先生的夫人，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女性。她毕生为祖国和人民，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位于上海市淮海中路1843号的宋庆龄故居，是宋庆龄一生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，也是她从事国务活动的重要场所。这里是宋庆龄心中可爱的家，承载着她家的记忆、国的情怀。1月27日是宋庆龄诞辰129周年纪念日，我们将举行鲜花带门票入馆参观瞻仰纪念活动。家是最小国，国是千万家，家国团圆情更浓。新春佳节来临之际，我代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祝朋友们新春佳节阖家欢乐，万事如意，国泰民安。欢迎大家到上海宋庆龄故居感悟家国情怀。